武斗赛的海选赛已经结束了，没想到忍者数据一披露啊，和正常的段位赛差距竟然这么大呀！先看忍者胜率前五的忍者，白发小萝莉啊勇夺第一，二到五啊分别是这四位忍者，而四月段位赛胜率前五啊是下面这五位忍者，这两个数据可谓是毫无相似之处啊！之前有兄弟说小土豆强啊，不能拿胜率榜说事儿，那么如今小土豆在胜率榜排名第一，你难道还能说他弱呀？最让我震惊的当属元神启动啊，这个男娘实在是太猛了。身为一个金币忍者，他的技能啊融合了陷阱啊、抓取啊、隐身，还有组合技啊超高的伤害，让他活生生的在忍法贴和高招忍者之间啊杀出一条血路。说他是获取难度和强度啊最不匹配的忍者，应该也没有人反对吧。而武斗赛的忍者登场率榜又是另外一副模样，登场率第一的是我最喜欢的神秘面具男。这个忍者简单粗暴，无力真位移可以让他拥有超强的起手能力，技能花普攻还能把对手抓到神位空间里，从而改变技能的形态。但是他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啊，那就是打反手能力比较弱。登场率第二到第五是这四位忍者，矮豪英和清水啊，简单粗暴都可以理解。而小右啊，在无差别这种赛事里啊，也算是一个常胜将军了。基本上只要没有人进啊，一定会有人选。但是作为曾经的天王英佐，也能有一席之地啊，的确让我很意外啊。他应该好久都没有露面过了，看来官方前段时间加强了他千鸟刀的无敌针果然有效果啊。那么大家觉得英佐这个忍者目前在段位赛里能够排到 T 几呢？有没有擅长这个忍者的大神呢？